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东森财经新闻台的主持人杨世光，今天要送出5月9号我们一份大礼，就是同学会保健室养生六大招，有三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本精美的这个养生书啊。好，我们为观众朋友抽出这三位幸运得主。好，第一位得奖的是0955536叉叉叉的观众朋友，这第一位幸运得主哦。好，希望你能够健康养生。好，第二位得奖的是0936637，后三位保留。好，第三位是幸运得奖的得主是0968686叉叉叉的幸运观众朋友，可以得到这本书。所以敬请锁定每天晚上8点《五期健报》跟9点的健康同学会。那以这本好书，这个养生保健室六大招送给观众朋友，拜拜。